谁说新时代的姑娘家安嫩的像朵花，我打比较汉字落下一派潇洒。新时代的姑娘家啊，学习山水画，走南闯北历经风沙，同饮一壶茶。嫩得像朵花，我打比较汉字落下一派潇洒。新时代的姑娘家啊，学习山水画，走南闯北历经风沙，同饮一壶茶。